羊胃少独特酱汁加进高汤。这包铁观音茶包是精髓，经过一分半加热，店员马不停蹄，另一头马上把三段熟成的台式拉面汆烫30秒起锅，挑出铁观音香气的茶鸡汤，慢慢融入面条，摆上溏心蛋、玉米笋，撒上葱花和饕客最爱的叉烧。想吃到茶香拉面，不用飞到日本，在台湾也有独特风味。新奇吧，很好吃，就像茶叶的那个香味啊。我们特别选用的是南投这边的铁观音。那铁观音是一款需要深烘焙的茶，深烘焙如果做得刚刚好。其实茶叶会有麦芽甜香，加进去的时候，这个铁观音的细致蜜味又会被再次提升。炎热的夏天即将到来，吃拉面不再只有浓郁汤头，飘着茶香的口感，让拉面不会油腻。那我那时候开发的时候就选择一定要用台湾茶，而不是抹茶。抹茶基本上是把茶做成茶粉，白茶在高山茶当中，其实它的香气是无可取代的，所以整体我觉得应该会拉动是10到15%。强喝多浓的茶味，民众自己加，从过去的虾滑、鲜虾拉面到清酒拉面，这回茶香汤头一口回甘，也让茶浓多了发挥空间。民生新闻叶伟香、严凯台报道。